当当当！今天呢，收到了寻找独角兽送我的新品抱抱乐园幻境系列。天哪，没想到这么快的时间，抱抱已经出到了第八代。然后这套的话，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看的，有可爱的，有酷的，有帅的，有炫的，肯定有一款能直击你的心灵。我吸吸欧气先，一定会有隐藏，因为这个是总共是10个，然后里面会保一个惊喜款。那我看看惊喜款会抽到什么呢？然后总共是18个基础款加6个惊喜款加2个隐藏款，玩法真的是太多了。然后我们今天就来拆开看看会有什么惊喜呢？可以一人选一个号，来吧，我选3号。好，公子君选4号，这是公子君。八块君选5号。好的，3、4、5。好的，这个我们决赛圈的啊，3、4、5。这个盒子的话是银色的，是这样布灵布灵反光的，然后我觉得就是挺有质感。哇，这个真的是好好看的，就有一种登山者的感觉，叫做古迹探险家，真的是探险感满满啊，就感觉非常神秘。然后装扮的也是，还有感觉这个是背的应该是要露营的那种感觉，戴一个小黄色的小眼镜，也是磨砂质的，非常好看，能看到吗？然后看配件吧，这款是没有的。哇，这个好看啊，这个应该你们会喜欢，好看吧？这一款呢，名字叫做《气球的告白》。天哪，刚刚查了一下，这是热款，而且呢，上面拿的那个小气球呢是 Rico 的小兔子。天哪，他们两个竟然联动了，真的是非常好，让我们开心啊！第二个就抽到了惊喜款，完了，那这三个决赛圈怎么办？决赛圈的难道是隐藏？这个小兔子的这个兔耳的，是用那个小以前吹的那种气球可以自己随便摆动作的那个，它是用气球做的。这个小兔子放在前面，你上后面去吧，被淘汰了。哇哦，太好看了，这款真的。这款呢叫做泡泡糖警长，它现在吹泡泡，而且是粉色的，然后磨砂质感特别好，感觉特别棒，而且我觉得这个女生应该很喜欢吧，不错。心愿店长，它是磨砂的，然后戴着这个小熊的帽子，然后也是戴个黄眼镜，穿的就像那个咖啡店的店长。拿的是什么？拿的是一个抱我的小包，黄色的小包，放在这儿，能看清。木偶剧场，啊，这是一个小木偶，然后呢，它可能正在表演节目，上面还插了一根是羽毛吗？像以前写字用的羽毛笔，配色也挺好看，有点像稻草人的感觉，像马戏团的，粉色的，然后戴一个这个蓝色的小帽，像生日帽一样。这款呢叫做忧伤小丑，但是我觉得它一点不忧伤，非常快乐。而且它的脖子上戴的这个好像是一个曲奇项链包一样，这个粉色也很好看。下一个是，我想要，哎，这个一看就不一般啊，好像是它的正常款吧？是不是？这款叫做气球派送员。天哪，它就是黑色的小兔子，然后拿了一个，这个也好看啊。展示一下，哈哈，太开心了。看到它这个是白色的气球，这个是用黑色的气球做的，你看这是能透光的感觉，是不是做的很精致？然后拿的这个气球呢是也是黑颜色的 Rico 的小兔子，他们两个是正好是一对儿。天哪，我抽到的基础款和惊喜款都有这个，我太幸运了。希望一会儿那三个再有一个隐藏我就圆满了。这个也好看，他们两个是一对儿，好看吧？给他放这儿啊，他们两个一起。Sorry。好了，到我们决赛圈了，来，这是3，这是4，这是5，先抽，先开八块去。哎，我看看这个颜色也感觉不一般，应该是一个还不啊，这样的。这是个老鼠，你看老鼠的耳朵，然后这个老鼠的尾巴，老鼠骑士，然后它的衣服上有一个这个小马，就感觉它是一个骑士，还戴着这个头盔，像不像三代色彩里的那个骑士？他们两个可以就是组一个 CP。 工资君能抽到什么呢？咱要求不多，还有几款。我想要那个巫师，想要那个棉花糖，拿棉花糖的，想要一个王国王，想要一个雪人，然后或者是这边的一个像一个紫色头发的，看能不能中呢，能不能许愿成功呢？啊，这是啥呀？这带个热狗。果然我们公司君呢就是个吃货，什么都跟吃有关。这是个外卖员好像，
你看他戴一个小帽子，然后上面有个热狗，应该是跟热狗有关的，或者是快餐有关的。他叫热狗先生，我把这个热狗先生许配给龚自君了。好了，你就跟他过去吧啊，天天给你做热狗。真香、哦。只要不中那个酒店行李员就行，不是酒店行李员，是我想要的，但不是我最想要的，还可以吧。一个恶魔，特别像我小时候看的动画片《数码宝贝》里的，那个叫什么 ？Later。我觉得非常好看，我非常喜欢，而且这个头应该是透光的。来，我们展示一下《暗夜公爵》，来看一下，透光了吗？是不是看到透光，所以我觉得这一款也是非常好看的。我这个我最喜欢这个，这里面所有的。好，这就是今天我拆出的十款，那还有八个基础款，五个惊喜款，还有两个隐藏我是没有的。希望我下一次能拆到我喜欢的那个雪怪，然后或者是那个国王。但这次我已经很满意了，因为这两个都被我抽到了，它两个还是搭配的，非常喜欢。但是我最喜欢的这个暗夜公爵。好，那今天呢又是没有隐藏的一天，我已经习惯了。但是抽到了惊喜款和这么多我喜欢的吧。已经非常好了，那回去他们就要进入我的展示箱里了，那个展示盒还是会发光的，期待他们回家的样子吧。好了，我们拜拜，下次见了。